现在是早上的9点多钟，我刚起来，我现在在巴塘，昨天晚上到的，先起来做个早饭，两个鸡蛋，再弄一包面吧。现在是早上时间10点多钟啊，我先来农贸市场买点菜，买了点水果、蔬菜。你咋够长细了？是这个细，管子够长吗？管子这细嘛，管子够长。洗干净了，稍微冲一下就可以了。现在正式进入西藏了，冬天进藏的车真的是非常的少，比起夏天排队过安检的场景，现在非常的冷清。现在离芒康还有100多公里啊。目前我正走在318川藏线上，旁边就是金沙江，这里是一个停车区。我感觉我这个车是白洗的，因为从巴塘到芒康的路并不是特别的干净啊。反正走完之后洗了跟没洗一样。看一下金沙江，冬季的金沙江是碧绿的水。现在是下午3点钟左右，现在离如美镇还有30公里左右。我在路边停下来休息一会。冬季的川藏318线车流量真的非常少，偶尔会经过几辆大货车。是晚上6点多，快7点钟了。我已经翻过了东达山啊，东达山海拔是5100多米，也是整个川藏318线上海拔最高的一处啊。这一路都是雪地啊，像这种特别的滑，这种特别滑。还好得益于我的 Q2 轮胎啊。Q2 轮胎是有带雪花标志的，我记得。走哪里了？它也能充当，一点点雪地胎的作用啊。我一路下来都没有出现打滑的情况。我看到很多车都在山底下装防滑垫。今晚上准备到左贡县。刚才经过垭口的时候，5000多海拔的时候，头是比较晕的，有一点点头疼，现在下来就好多了。东达山垭口，现在下起了雪，雪还挺大的。我看见了一位勇士啊，我准备去采访一下他。就后面看到吗？后面在雪地里面搭帐篷。兄弟，你在雪地里面搭帐篷能不能啊？不能。哇，你是厉害啊！你是不能有睡袋？有睡袋是吧？啊。有羽绒睡袋吗？啊。有羽绒睡袋吗？有羽绒睡袋。啊、嗯，那还好啊。哇，我这一路下来看到你一个帐篷，我惊呆了。你从哪边过来的？我从那个拉萨过来的。从拉萨哦。你现在一直往那个成都方向走是吗？往那个什么，往那个214，往那个什么，往那个云南。哦，往云南去是吧？对。哦，吃过饭了吗？吃完了。吃完了好啊。谢谢。好，那你好好休息啊。嗯。好，再见啊，一路顺风。你不用认真的说，
舍不得你，每一个未来都有人在。现在是晚上8点钟左右啊，已经到达左贡县了。左贡县的海拔是3700多，应该还好。今天就不户外做饭了，天空下起了小雪啊，我先找个餐厅吃饭。泡炒面有有有。吃饱喝足，现在精神饱满。左贡这个县城，它能停车的地方实在太多了。像这条路，一条过去，都是能停车，非常舒服啊。然后下面是一条河，这条河在地图上看叫玉曲。在车里看着窗外飘着雪花，真的非常的惬意啊。